来，大家继续看哈，上啊下呀、啊、体现完毕以后，大家这是不是还有一个单独的单帮一星号不是分号啊？哎，孙老师，你看这怎么连上下线都没有，就搞这一个就 O 了，这就啊跑哪儿去了？我给你们讲这个啊，就是说他为什么用问号，懂吗？有原因的。其实这东西听明白以后，你也可以用了啊。什么蕊木啊，这为啥呀？这个是吧？简单到不行。那个来再弄一个啊，这个五啊，这个叫做 generic demo 五，这里边呢还是一样，把这多余的吧都删吧删吧，是吧？太多了啊。哎呀，也甭拖去了，好多呀！啊，行，我多余的就不要了，我还是把这四留下来吧，是吧？尽量代码要少一点啊，全删掉。哎呦，这留不着。Person， 行了，运行一下 ，O 了。稍等啊，那个我刚看了半天啊，干嘛用 trace 这么麻烦呢？直接咱拿谁啊？拿这个 erase 不就完了吗？ trace 的话给你讲比较器，这连比较器都可以省了。person 完事儿。行了，就这个，看明白了吧？就这个，简单到不行。紧跟着还有谁啊？那个巨牛的方法呢？带过来，复制，一个粘贴啊，这边就问号了。看着我这也是问号哈，都一样。看一下啊，他在设计的时候，为什么在 contents all 这个方法当中，他居然用到了那个叫做class my 一个 collection 那、啊。collection 尖括号 e 有没有？这里边它有一个方法叫做布尔型的，来一个叫做 contents all， 它里边要和另外一个集合所比呀、啊，是否包含这一堆集合中的元素？而它里边用的却不是 e， 而什么？而是问号？为什么？我写 e 行不行？大家往这儿看，这真我随便写的。这个叫做 my collection 二吧，大家看明白了吧？按理说呢，我定一个集合里边存什么元素，我想包含的话，是不是你指定集合里边也要存这元素啊？对不对啊？那一般都是这样的嘛，是吧？来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，为什么？看着啊，我就拿我的懒得写，那行了，留着吧，我再写一个好了，三个我一起用。这个呢就少一点，那、啊、来一个叫做，按理说应该这么弄 ，AL2person AL22， 这能看懂吗？这个全都是二 ，A B C， 二，这也全都是二，能看懂吧？好了，我们按理说应该怎么样呢？叫做。AL1 集合当中有没有包含是什么 AL2 集合中的元素啊？听懂了吧？对，我们应该这么写才对。这就叫做第一个集合的类型，元素类型和第二个类型是否匹配？对吗，大家？嗯，你觉得老师能不能这样写呢？叫做AL1 集合中元素包不包含 AL4 集合中元素啊？可以吧？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为什么呀？啊？我跟你讲，
这个为什么行？那我们要从这包含的原理说起。包含的原理其实是不是在用 ECOS 做判断，对不对？而这 ECOS 方法是不是任何对象都具备？而这 ECOS 的参数是不是 object？那是不是我可以写成叫做 ABC 字符串，如果我喜欢，哎，跑哪儿去了，叫做点上一个 ECOS， 我就和一个 new person 我俩就是比一下，哈哈哈，豆花二十可以吗？可以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任意对象都具备 ECOS， ECOS 还能接受任意对象，是大家两边都任意，明白吧？说那为啥呀？哥俩比的啥？地址吗？对不对？就这意思。你复不复写，最终我编译完以后是不是也是这样东西啊？对，也是这样东西。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方法的定义的时候吧，叫做你可以是集合中异类型，对不对？而新传的集合类型一定是异吗？不一定。是啥？不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这啥都行吗？怎么办啊？问嘛，未知是吧？谁都可以，记得明白了吧？我跟你讲，一般情况什么时候用这个啊？你只要里边用的全都是 object 的方法，就用这个，懂吗？我哪有啊？嗨，我这就有，就我这方法，我管你啥类型，哥们儿全是调用这个元素的什么，复制这方法，是 object 的吧？对，所以这类型不用指定，未知就可以了，明白吧？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问号和不写那是一回事儿，懂吧？可是老师不一样，为啥呀？这黄了，是吧？那是因为1.5检测的时候认为你不安全，听懂吧？人家明明要求要传参数，对吧？那你就得写监控号。关键是那我传啥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通背符用上了，没了，就传这个告诉他。为啥？不确定吗？我有确定的，我当然传确定的呀。是吧？穿啥？穿紫绿，确定吗？确定吗？是这样吧？哎，我这不确定，明白了吧？我这确定，这穿啥？穿普尔森。大家看，这是不是限定一个类型？好了，到这儿啊，就把这个问号这事也说完了。大家看，这个是问号，你发现这是不是也是问号啊？因为移除的时候依赖的是谁？还是 ECOS 嘛？哎，对不对啊？可不就这样吗？是吧？欧耶，大家，那还有什么情况？还有是有的那个方法呀，是返回一个集合，明白吧？然后呢，郁闷在哪儿啊？返回的集合啥类型？不知道，问号，听明白了？那就是问号，就这么用啊。它返回问号，你就写问号接收就完事了，听明白了 ？OK， 大家。